你看蕾丝胸罩，啊，就直接给它摆在这里。对呀，啊，你看。身体哦，先洗个啊。哦。对。OK OK。哎，哥。哥哥，你还喜欢吗？是这里哈，对，这是桃园的青浦呢，表示今天好人刀非富即贵啊，是谁大家一定很想知道，可能这时候你已经知道了，因为你看封面都知道了，那我们干嘛还要卖关子？对啊，我们卖个屁！这是什么？你我们干嘛？你要干嘛？这是什么？这是去日本玩的。这不是什么暗号吧？什么暗号？就是看到这个，就表示你今天那个没来。好，云溪啦，刚刚其实我们前面已经讲了，啊，我们刚讲说住在这里面的人非富即贵，阴刀和雅郎。我刚刚呢介绍我男朋友给你认识。哦，你男朋友是谁？好，那个27亿的那个，我联络到他的时候再跟你说。你联络我好吗？對對對，好，那个三峡的得主，不管你几岁，啊，不管你是男是女。赶快私讯云溪，好，云溪要跟你交往。来来来来来来来，欢迎欢迎。OMG，哎，也是相会扑鼻而来。为什么有人会在墙壁上面写高丽菜、紫菜汤、保鲜膜？这是干嘛？我要提醒自己，就是出门的时候要提哦，今天要买高丽菜。你是金鱼脑，就三样东西你会忘记，还要写下来。那保鲜膜要包哪里？就每次完洗浴要包。哦，我以为你洁身自爱的。没有这样。什么意思啦？有的女生哦，冰清玉洁，你知道吗？好，啊，就用保鲜膜，就是有点像那个贞操带的含义一样，把自己那边保鲜起来。不是把它保鲜，就是包起来啦。就这样子，我这样包。对对，就跟包尿布的原理一样了，就避免。啊，你知道怎么让那个麻雀没声音吗？压它。压它？嗯，鸦雀无声。可以啦，哎，贴钱的目的是为了什么？是因为我出门真的记性真的很差，要提醒自己去缴费。哦，你们这里的天然气是新桃。对，金桃，因为金桃是我邻居呢，我邻居叫做郭金桃，后来就是简称叫郭阿桃，他后来嫁给一个姓简的，啊，以前我们那个时候电话不普遍，都要社区广播嘛，有人打电话找他，拜托拜托吼，咱今麦有人要找一个人哦，来干贵阿桃的，干贵阿桃的，好来活动中心哦，你的电话，啊，结果全村的男性都去了。很罕见，就是说一进门就是客厅了，因为本来这应该是要玄关了，对，原本这边是玄关啊，然后人坐在这边看 A 片，啊，看着看着就睡着了。你有看 A 片？平常会看 A 片吗？不会，谁平常看 A 片？谁平常不看？你讲个什么怪？你看怪话谁不看？每个人嘛看谁不看？每个人都点头如捣蒜，一片都没看过。我曾经有跟朋友一起看过。啊，后来呢？因为不知道到底是什么东西。啊，你看着看着会笑就对了。你看了会笑吗？自然我看了会晕。脖子啊，我跟你讲，只会一直看太久了，因为就目不转睛啊，好啊，一个小时结束以后，然后，哎呦喂呀，哦，你知道吗？我后来去坐接驳车，脖子要接起来呀，哎呀，他不好笑要坐校车啊，哎呀，你把他拜头而立。好，今天要送你礼物，但是送之前我先问你一个问题，那你平常都会坐这里吗？对，啊，坐着坐着会睡着。对，嗯，香蕉哥，赶快啦，赶快啦，闻一下，闻一下，哎，怎么啦？好，那就他一天的酬劳拿到了，没出息，叫你闻你就闻。他戴口罩，这样看起来就是一个很温。没有啦，我检查一下有没有毛发了，因为我有洁癖的人呐。哎呀，丫丫姐会看吧？丫姐每次播出的时候，我都叫她去逛夜市，对。啊，你们不是外聘吗？啊，对哈，我以为是电视嘞。啊，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要买在这里了啦，因为这里是青浦嘛，对不对？然后你工作场合那个球场就在旁边，就在附近。哎，你知道很困扰，那你每次一比赛结束不就哦，那些洛哥说哥人全部都集中到这里来？你是说谁洛哥说哥？后面后面这些。哎，我问你啦，我跟你说真话啦，来，我这边比，他有等级吗？应该没有。他有吗？应该没有。他有吗？应该没有。他最近跟张立东在一起。
屁啦 ！Double Blue。那我明年就可以当队长了、啊。我们常常谈恋爱。哎、欸、哎，所以你们规定谈恋爱不能当队长？没有了，没有了。啊、所以宇轩是这样子没当的嘛？因为宇轩就谈是谈恋爱呀、啊。不是啦，不是啦，只是刚好而已。那、啊、你喜欢哪一个？没有喜欢这个啊，那很明显。啊，你都比哪里了？我这个距离就只能这样比而已啊。我是这样比，我又不是这样。我来这就那种代志啦，我真真恨我自己。好，那你跟我比谁有整形？你不代表是真的哦，就是。我直觉是说，我看到他是不是？他每个都有整啊。哪有人一生下来就长那么漂亮？家里我就觉得绝对没整。整成这样，那一间医美诊所一定会倒闭。我想这礼物很特别，这礼物你一定会喜欢。Open。施华洛世奇的真钻，这个是绝对不是施华洛世奇。要不然呢 ？Aviva 是谁？你知道吗？谁？啊，我知道。我好像，等一下，我看一下。你不知道，你不知道，你在队上的关系是怎么样？啊，我记错人了，死定了。要不然你把它记成谁？我本来以为是菲菲的英文名字。就是菲菲的英文名字。他的英文名字这样拼吗？哎，我本来以为是 Adidas， 结果是 Aviva。哎，给他 A 五干嘛？我不用偷的，我有经过他的同意，因为我跟他说是要送给彭于晏。他如果知道是你的话，你最好是藏好，不然他会来你家拿走。也不会，我们感情没有这么的不好。啊，那个菲菲她人是这样啊，她就是在网络上看了这个酒，然后她决定要把这个酒名呢作为她自己的名字。英文名字是这样子来的，他是这样来的，要不然云溪怎么来的？找人家散货啊。张维忠是吗？还好不是哎、欸。你那边还好不是？张维忠老师，不是你不要叫云溪，叫溪云。很好啊，很多人不听他的话呢，一辈子红不了。像那个卡古，他就劝他改成卡刀音，不改。然后张文琪，他叫他改成什么，你知道吗？张开来。这到底谁要？他真的叫他张开来，就是说这样就会有钱啊！人家不是说那个西方俗谚。哎，菲菲是国民女神哎，我们工作组的人啊，每个人都爱她，爱得无法自拔。真的哦，对，那你有帮我称一个什么女神吗？国民女神，我以前啊很好心啊，有一个帅哥又要讲这个，我每次。我一年就回那么一次嘉义，然后我叫撮合他们，因为我们会在嘉义相聚。因为他跟你同乡。对，他嘉义同乡啊，人家也是帅哥、哦。每到约会的前十秒钟，他就来电啊，我不能下楼了，我今天不行了，因为我过敏。好，那男的第一次就摸摸鼻子就走了嘛哈、哦。过三天再约他，又约好了、哦，就在最后十秒倒数十秒，不好意思啊、哦，我又过敏了。那时候是真的是会容易季节性过敏，就是没错。他不是季节性过敏，他是对爱情过敏。啊、爱情来了怎知道？他预期爱情即将发生的时候，他就会过敏。所以雅雅姐，你放心，我今天完全没有过敏。好，你最好，你不要到时候整个，哦、好痒哦，好痒啊、哦！就算有，我也要忍着，绝对不会跟你说。OK。我跟你讲，游戏非常简单啊、嗯哦！现在因为制作经费拮据，所以游戏呢就是这一张纸而已。人家一般都会有珍珠版，有没有？没有，我们就一张纸。好薄，我感觉这样一集就破了。对，上面呢有五颜六色，给你看一下哦。我们给镜头看。好，那你要念出它正确的颜色。好，我们会计时哦，十五秒之内全部。十五秒之内全部的颜色要讲完。那没错啊，这平均一个一秒啊。嗯、啊，这颜色有这么难吗？好，那16秒给你，给你一秒。好，都给你一秒。OK， 好、哦。来哦，太难了，这要反应哎。来哦 ，Ready Go， 什么色？绿色、黑色、红色、黄色、蓝色、绿色、橘色、蓝色。嗯，这个。红色。嗯哼。黄色。嗯哼，这个。红色。这个呢？黄色、绿色、黑色、橘色、红色。真舍不得，啊，我在家里放了好久，我一直不希望他送出去，你知道吗？我每天晚上都拿这个在那个，因为这个洞口有点被我撑开了，不好意思。洞口被你撑开是什么？你这么……你不要想歪。是哦。手指头，因为它软木塞被我弄下去了，我用软木塞对，一直在那挖一挖，所以洞口有点被我撑开。OK for you。谢谢。OK， 哎 ，Thank you。啊，等一下，我们又会从你的屋子里面呢找出要送给。那个下一个人的礼物，就是只要看到我喜欢的，我就会把它拿走。
冷气也不能拿，电视一台2-3万，沙发也不行，沙发就大型物件不行啊，小件货可以，小件货是什么？小件货可以，小件，大件货不行，大件货不行，好，小件货可以，小件货 OK， 来，那我们来参观一下屋内的状况，好恐怖哦，来，我们直探密室，好，这里是你的。私密的地方，睡觉的地方，睡觉的地方。好，这样乍看来讲算是干净简单。啊！你也放着看，你明明知道我们要来啊，你就故意啊，你真的是哦。你看蕾丝胸罩啊，就直接给它摆在这里。对呀、啊，你看蕾丝胸罩。对呀、啊。这口罩啦，还要这样子，我以后怎么洗、啊？哎呦我的呀！把人家撕破了。在我妈妈那个年代哈，因为物资缺乏，他们真的就把自己的胸罩剪下去啊，一件胸罩可以做两个口罩，当 N95 用嘛，因为它够。他用，然后我爸爸也用啊，我怎么办？我跟我哥怎么办？嗯、就剪我姐姐的。屁呀、啊，真的啦！我跟我弟弟也就一人戴一个啊，但是只能戴一边哦。好，阿姨出门的时候要这样。Oh my god！ 啊，这是你的衣服、啊哦？这是我睡衣，你不会抢我的？我问一下会怎样，对不对？怎么样？味道怎样？可以吗？还行。你故意让我悲伤。问蚊香达人，那你看看，对你鉴定一下啊，因为这是蚊香达人呢，那个巴黎那个酒庄有没有都找他去闻那个酒哎？试酒是不是？对，试酒啊，对啊，试酒师啊，你闻看看。哦，也不能讲香，对不对？跟菲菲差多了，对不对？这个乐天可能第三名。那第二名是谁？这样还只有第三名。讲到这件事，怪不得我一进门就发现你心情就不是很好的样子。为什么？不是在票选那个三国女孩吗？啊，人家那个曲艺啊，好一些啊，连那个最老的慕言都票数，票数都比你还高，你怎么办啊？你怎么没有去推广一下？对啊，我其实推广了呢。不得了了，我跟你讲，我们真的渐渐靠近他的私密处了。过去几集哦，一打开，哇，苦瓜啦，谁会在衣橱放苦瓜啦？抽屉打开，我靠，阿婆铁蛋，你就帮我砸鼻梁了。我想那一定是，他一共几包，有几包了？来。哦，你看吧，我就说他不是那种小鸟依人的那一种啦。我是怎么样？啊，你就是比较男生啊，就哎呀、啊，就是那关了，对呀，对啦，没有这样，你不要指望他是那种哥哥，你好，哥哥，不是梦琪，对对对，现在怎么样？现在怎么样？我也可以来，哥哥你好，那就不像，你把这个当作抖内干爹好了，哥哥，妹妹缺钱。记得多留礼物哦！我今天好歹我穿这样也是，奇怪，这个衣服穿在你身上呢，完全没遐想，是不是？就感觉我们两个是兄弟。给我个面子吧！你看，好弄这啦，弄这款的啦，啊，这是恁爸的哦、喔。冬天穿的，你嘛看拜托嘞，我阿公都不穿了。这个墨绿色是最昨哎、欸、去年最流行的颜色哎、欸。这个我上次看到是在哈尔滨看到的。啊，这个哎、欸，我靠，这什么意思啊，明熙？因为想说就买了这个牛仔外套，然后突然觉得，他如果有帽子的话，应该会很正式。所以你有变装癖就对了，不然你放下，我看我变怎样好了。对呀、啊。那你还帮我戴帽子？连身衣。怎么样？还开心吧？有啊，可爱可爱。那我照一下镜子。好像也不错哎。好像不错哎、啊，对吧？我把帽子先关。我上次去书局，真的看到一本，我就心砰砰跳，你知道吗？因为他写制服诱惑，哇，一本250，买回去，也是一本佛经啊，因为他是要我们制服我们内心的诱惑。越是隐秘处越有可疑，就像蹦迪，蹦迪一下。New Bra。啊，里面的东西跑去哪里了？在我身上。装回来，你不会想看，你们比较想要看这样子饱满的状态。我还真没看过蹦迪的他本人长什么样子。嗯哼，这个，这就是传说中的蹦迪哦。我粘着 ，OK。然后你这个粘完之后，那个刚刚那个蕾丝的奶
那个口奶罩，你是不是想讲奶罩？口罩，你是不是？就可以，对对对，然后你这样子有胡子，你要遮好，嗯哼，这样就有。但是我很奇怪，我为什么要在你这里示范这种事？对啊，为什么？这个问题我也想问。我这辈子交过女朋友没有超过 B 的，那我也是开开心心怡然自得。真的啊，直到娶老婆，我老婆就 D 了。哇，嗯，上天先还我公道。房子是遮风挡雨的避难所，也是个人安身立命的象征，可以说是我们生活当中的大事。然而，我们一般人的生活当中，通常是没有这种大事的。抽屉一定有不为人知的东西。哎呦，哎，外内衣裤啦。你这应该看这个 size， 大 B 小 E 啦。哇，真的。我以前在大安分干嘛，你知道吗？在干嘛？教什么？啊，这一个，那这边不行，这个是窗户还没洗的，这个拿来卖啊！现在想要买的人啊，几条萝卜，几条萝卜，啥鸟生理背吧，跟生理生理加零黑哦。要卖这可以卖，好不好？这你爱的。这什么？比基尼。哎，你泳装蛮多的呢。全部这边全部都是。哎，但是答应我们啊，节目哦，必须要有一个亮点来做预告。啊，能不能在结束之前呢，就你换上一套你认为最满意的泳装战服了？早知道就不要拿出来了。云溪答应我们在结束之前呢，会穿上他最厉害的一套泳装。什么时候会穿？不看到最后你不知道。所以呢，一定要锁定我们节目，好看到最后。好，这一区算多功能区哦，因为这是开放式的厨房，但是呢，这里呢又是一个合适，就是平常可以在这边做直播，然后打电动啊。如果有朋友来，把那个桌子放下，又可以变成一张床。平常如果幻想自己是巨星的话，又可以把这里当舞台，听你们唱，现场十万名的观众，来来来，一起来。你会不会有时候半夜会这样？不会，完全不会。我会的。哎、欸，对啊，我真好想跟你一起住啊！因为这个原因被邀约。对啊，你会唱什么飞鸟和蝉之类的？那什么？你骄傲的飞越我栖息的夏天。那你会唱那个什么105度吗？哦，热爱105度的你，你清你下面骨头拢在呢。因为她曾经是人气女团，但是呢，事过境迁了，对，解散了。所以她午夜梦回的时候呢，难过，她自己就跳上去听你们唱。好了，我真的，我们改天约一天来住好不好？可以啊，有种单元就是男女同居一天，好。睡同一张床吗？嗯，废话，我神经病。哎、啊，那我就睡我家就好了，睡同一张床会怎样？睡在一个空间，然后你不是那个。那我假扮的弯腰，就跟你那边合适，我睡床这样。可以啊，半夜我再爬过去。真的，你身上会挂一个铃铛，然后呢，我在你不知情情况下取走那个铃铛。你不要气话力，突然忘事情啊。好了，我刚讲，我最新练的一首歌了，那个白气球，看到黑气球很不爽，你知道吗？他就把黑气球扁一顿。嗯，后来黑气球决定怎样，你知道吗？告白气球，亲爱的，爱上你。神经病。好哦，娃娃公仔非常多，跟很多少女一样哈，就很多很喜欢收集的娃娃。夹娃娃机夹到的。太笑了，那个是男朋友啊，那个一般没有，我就跟你说，一般会夹娃娃夹去给一直都给那个女生的，那就是一般的。没有，因为他知道我喜欢角落生物，所以他只要每次去有看到那个角落生物，他就会拿来。说谎都会不红十年。啊，真的假的？对。那还好，我已经不红十年了。你也不差再多十年了。我才要难过，天哪！所以现在没有男朋友？未来即将要有了。啊哈，就是那个三峡人。对对对。你就去勾引他，对不对？然后你们两个即将要发生亲密行为的时候，然后你赶快冲出来，我就拿一根球棒，然后说是你舅舅。好啊，对，好，好啊，好，那个我们再来试一下。那个三峡二十七的得主小心了，好，那个云溪随时会去找你。各位，关键来了，有男朋友帮你洗过澡吗？曾经有过吗？没有。有一起洗过吗？有一起洗过。一起洗，他不会互洗这样子。互洗是什么概念呢？那个女生洗我的脸，我洗她的。对啊。为什么不行？为什么夫妻情趣也不能公开讲？可以可以可
以啦。对呀、啊，图穷匕首见，荆轲刺秦王。对、啊，等一下，有可能。没有，。我们 real time， 好 real time， 好，我们即时要开箱，三、二，我靠，如果打开是一个男的，他跑出来是大凯。来看一下，因为大凯真的在里面了。因为我刚刚 看到一个光秃秃的东西，好，大凯多好了哈，因为他有一个后窗啊，大凯从后窗跳走了，这里十六楼，哪里有猜到底哪里有窗？来三二一，这个算是小巧玲珑啦、啊，啊，哎、欸，这样感觉好像啊有一起洗澡的感觉啊，来你模拟一下你平常在洗澡的样子，你会先对你会先洗哪里？对，好啊、会先洗头，对、啊、，OK。啊，洗完头。我想滴水了，洗完头。水乳交融。洗你多少？我们水乳交融，然后这种两个的感情水乳交融。对。那身体会先洗哪里？身体哦，先洗这啊。哦。对。OK OK。哎，这样。这什么画面啊？那你们先回避一下。他真的回避啊？开玩笑。不需要啊，不需要。Ladies and gentlemen， 注意啦！云溪的泳装秀 ，Let's go！ 来了来了 ！OMG！ 哦，你看哦，有够厉害的啦！哦，搞我们家呢？哥哥，你还喜欢吗？你不要再乱看喽！赶快订阅、留言、按赞、加分享，支持威廉准欢乐颂。我们下次见。讲你的这个择偶条件，来三十秒择偶时间 ，Action！ 我喜欢的小哥哥，身高要最好180公分，体重没关系啦，啊，有钱就好了，没有啦，有钱就好了，没有啦，明天没有啦，七十几岁更优，哎、欸，你好会耶，没有啦，开玩笑。那今天非常感谢你的招待，啊，我刚刚好无意中已经。挑好要送给下一位有缘人的礼物了。你什么时候挑好？嗯、刚刚你去换泳装的时候，我就干了一样东西。等一下，你刚刚在我房间拿，可是我刚在房间换衣服。对，我躲在衣橱里面，而且还漏了一个缝，我看得一清二楚，衣橱里面可能还黏黏的，流口水啦我。你还真的很懂挑。你说我懂挑，为什么？你真的很懂挑，因为这个是束缚的泳衣啊。何谓束缚泳衣？因为它很多线，對對對，何谓？就是要一直这样缠绕着身体的那种。啊，有点日本的那个民间艺术，对，神父。哦，哎、欸，这个你穿起来一定也蛮厉害的。我刚本来有想要穿。你刚想要穿啊，后来因为这件已经被我干走了。对，然后我找不到他，你居然在我的房间就是变态。没有啦，这个老早就拿好了。还是你，哎，你答应我们再去换这一件。我来啦！快，玉林哥呢？玉林哥！哎哎哎，我挑好了啦，这个拿来。你为什么在里面？我挑泳装啊！我刚在衣橱里面，你不知道，我以为你已经把我当自己人了，我以为你觉得没关系，哎、欸，我真心的以为你已经把我当男朋友，觉得无所谓，哎、欸、呀、啊，所以我在这边挑泳装啊。你这样啦，你要讲真的啦，大家会误会的。不要开玩笑啦，怎么可能？挑好的哈，这个当作礼物。哎呦，挑一个狂野的。要浪费呢？这一身好泳装了哦啊对，来性感五连拍 ，Take one，Take two，Take three，Take four，Take five， 最后压轴 Final pose。你今天的酬劳，好了，再次谢谢云溪，也祝他越来越好，越来越旺。Thank you， 谢谢 ，See you together forever。啊，你这酸痛都过完了，你都冷起啊呢？很软吗？很软呐，你不能爆起啊啦！啊 ，OMG 啦，你看，这酸痒更加爆起啊啦！哎呀。
啊，把皮鞋丢进去的目的是为了哈、哦、让它干。两种方法，你如果要速干的话，放在冰箱是一种，还有另外一种呢，因为你那个鞋子湿气很重嘛，那你就放槟榔。放槟榔？嗯嗯，槟榔吸湿。我都已经三十几岁，还要做到这种程度，也是可以接受了。你三十几岁？三十二了、啊。哦，我还以为你快四十了。你现在在干什么？你现在干什么？你现在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不要吵我啦！求你呀！风尘仆仆来到台南，这里是昆山科技大学。奇怪，来宾怎么还没来啊？哇，这个来宾人气很强哎，这么多人围着他。江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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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下我就帮你们签了，现在先录影，先录影。不好意思，你刚差不多嘞，哎。啊、哦！我以为来宾被大家包围了啊！你在那边干嘛？你在做这个什么行为？没有，我是在接待我们今天的校长了，我们今天的干爹。啊！失敬失敬，校长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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哦、啊！不好意思，我们那个香蕉哥他现在哦，因为红了，你知道吗？所以呢，啊，他不是把我忘了，他有时候把连自己是谁都忘了。昆山科技大学这几年来啊，在李校长的带领之下，办学成绩呢备受全国的肯定。哎呀、啊，谢谢。还有没有什么话要跟大家说一下？你放心了，我不会打你啊，我专门打不孝之徒。譬如说，你看，哎，不得了了。面包店是我们跟吴宝春主厨合作，给台南市的这个居民们呢，就是造福人群啊。所以以后我们不用大老远跑到高雄去买面包，嗯，我们台南就有了。而且这个呢是吴宝春的学院，嗯，所以表示说我们跟他一起合作，然后建制了教学的单位，嗯，那也有一个烘焙，嗯，这个80%的面包都是来自于台南的特别的材料。那以后。来这个念我们昆山科大的同学们就有福啦！你要学做面包跟吴宝春，嗯，那就好比说你要拍那个片，你的师父是加藤鹰一样的意思啊，对不对？就是你要跟师父，一定要跟最好的嘛。校长，有一个重要的问题是，我们那个来宾在哪里？你有帮我看到一下吗？哦，哎，我跟你讲，校长，来站中间啊，在，因为他公务繁忙啊，有要事缠身啊，在你那个去处理公务之前呢，我们三个一起来，一起来带动我们开场舞来，晃，动起来，校长，夸张一点，校长，好，换边了，好了。谢谢李校长，等一下有机会再跟你多讨教一下。哎，我忽然想起一件事情，这里是台南哎，那早知道你跟我同一场的话，因为我们家住的也不远啊，我就开我的玛莎拉蒂，对不对？载你来吹吹风。你什么时候玛莎拉蒂？有，而且还可以载你吹吹风哦，有没有？在什么在玛莎拉蒂啊？哎呀，吹风是吹吹风。哎，帮你吹吹风，我在玛莎拉蒂啊，嗯，你就骑着啊。龙姐的龙姐的给我请客，龙姐的龙姐的给我请客，龙姐的龙姐的给我请客，阿鬼妹还别请客。我跟你讲，今天特别是这样子，因为啊，我觉得你要培养第二专长。哦，我要培养。好，你现在会唱歌会跳舞，对不对？哦，那么多搞哎，但是为什么要这么讲？远远还不够。那我研究了你很久，我觉得你比较欠缺哦，哪一类的技艺，你知道吗？烹饪啊，烘焙这一类的。你不会煮菜对不对？我不会煮汤。你会煮汤？我也会泡茶，你会煮汤吗？我跟你讲，所以呢，我们特别，我们昆山科大跟吴宝春师傅特别合作了这个烘焙学院，好，我们到里面去参观一下。那就坐着我们的玛莎拉蒂啊，来啊、哦！800英尺，500英尺，降落，降落。中华路2段55号，收到。中华路是不是？神力无边，功德圆满，走。哎呦，好香。
上哦。哎，满满的都是面包的香味。对。但在这之前呢，我忽然发现一个最重要的事情。嘿嘿嘿。就是我精心为你准备的礼物。我跟你讲，这个是我上次跟慕雨柔那个钓虾女神，她去子宫按摩，然后呢，我们就得到这个券。所以呢，因为你知道吗，我们即将快要。我们即将快要什么？你就什么？好好说话，等一下，你不要笑到离开，好好说清楚。对对。他那边是说你去按，对不对？为什么要两张？为什么我要一张？你知道吗？他说在旁边看的人也要凭券才能参观。你参观我按？你如果不凭券的话，你就要付2000块，因为这个是摇滚区的票。那你不会排斥啊？好香啊！哎，面包呢？我刚刚特别打听哦，这个现在桌上的面包呢，就把台南的一些名产呢巧妙融合在面包里面。嗯，虾卷。台南的虾卷非常有名啊，把虾卷做成面包，哇塞，把菊花爸爸以来没有看过这种面包啊、哦！来，我们一起试看看，来。我个人狂推这个虾卷面包。哎、欸，很扎实哎。嗯，够好吃的呢。一个虾卷一个面包，它竟然蹦出了新滋味来。不冲突哎。那也不冲突哎。嗯哦，真的好吃，真的好吃，而且很扎实。没、有想到跟面包可以做这样结合。来来来，哎、欸，石木鱼啦，三把鱼一毛都给它做面包啦。而且它做的样子很可爱，它做成一个很像丸子的形状。对对对，哦，很大颗哎。哎、欸，这个石木鱼哦，跟面包搭在一起，还有柴鱼片，很香。讲口感，嗯，它里面虽然是石木鱼丸，但它配上那个柴鱼片，有一种好像你在吃那个章鱼小丸。对对对对，来来来，哎、欸、来、分享分享分享，这里面包琳琅满目了，我们这样瞎吃也不办法，我们来请教那个店员哦。嗯 ，Hello Hello， 哪一种面包最好吃？什么都好吃哦。什么都好吃？哎、欸、哎，讲、话口气有个狂妄，你以为你是吴宝春哦？笑死人！你就是吴宝春本人，哎，你真的是我偶像，我好。哎呀，哎呀，哎，阿南，你来几家？啊，我家这店玩啊。哎，阿这个吴师傅，你怎么特别会跟我们昆山科大合作这个烘焙？对，因为我想要把台湾打造成为那个烘焙之都。烘焙之都，哦，还有这种都啊。对对。如果来这边，我们餐饮或者厨艺的学生。他是有机会让你当他的师傅的哦。对对对，除了说师傅以外，还有就整个设计，还有 CI， 然后还有行销，也都会让学生参与。啊，因为面包店不是只做面包而已嘛。如果你开的面包店，对不对？那不能说你师傅是的，我师傅是吴宝春。哎，光靠这句话，你生意就会大卖了。当然。对不对？弟弟哥，你要不要先搞搞关起来？我一点一点来啊，我一点给你打折。这么好，哎、欸，来，啊，多少钱？哎、欸，我刚好今天还带不少钱、啊。我可以打对折。你给他打对折哦。可以打对折，好，可以打对折。那你就面包出来。对折呢？你不当谐星很可惜。哎、欸，我刚刚吃了一个便当哎、欸，大家吃点面包哦，一口接一口。嗯，这是那个意大利的蜂蜜面包。这是我去从那去学的。你还去学哦？你已经是少林寺的方丈啊！你还去学？因为其实学面包其实学不完，因为全世界面包最多种，然后比较多有较多，我感觉就趣味的。对，我从老学到了。他刚刚讲那个很趣味的台语，你看面包台语。米包。哎，高大人不是讲米包啦，还讲胖料。长颈鹿的台语。我知道，鸡丁。麒麟什么？麒麟鹿，甘露，甘露，甘露是拍甘露，那是我细汉的外号啊。我细汉都好动的啊，所以我老公叫我小甘露啊。我在那边玩，对不对？我老公站很远啊，叫我回去吃饭啊。我知道你说什么？小甘露，等下加班啊，小甘露。这里的同学真的非常的幸福哎，你在别的学校。好、哦、那个老师不敢说不好啦，但是如果没有什么知名度的话，哦，总是将来创业呢要多靠自己一点，对呀、啊。哎、欸，啊，不是有同学吗？你是同学还是礼仪师？哎呀，哦，你是同学啊、哦？哦，因为这个有时候穿着很像嘛。哎、欸，他博主也更是礼仪师哎，他、啊、妹妹几年级？大三。大三哦，我正想问你说国中毕业的没？这位同学，他本身念餐饮管理员的厨艺，对不对？哎、欸，厨艺对。这
现在吴宝春吴师傅是你们的教授哦，啊 ，Doctor 哦，吴批哦，吴宝春师傅当你的师傅，觉得怎么样？很开心啊。有没有一种尊荣感？有。对呀、啊，哎、欸，你想想看哦，你本来哦，如果不是吴宝春师傅当老师，对不对？你就是默默的念完餐饮管理，啊，默默的在旁边开一间热炒店，啊，在那边炒螺肉，什么？炒螺肉还不错、啊。搞那个硬皮鹅啊，你人生镀上一层金了。一切是为什么？因为你的师傅是谁？吴宝春。嘿。这个师傅，好了，吴师傅厉害的，哎、欸，好像也不能只是叫吴师傅，吴师傅现在有新的头衔，对不对？对。他现在的头衔是什么？他现在是我们烘焙学院的院长，以及我们的荣誉讲座教授。你看他讲到这些头衔的时候，他突然会尊敬起来啊、哦！尊敬老师。跟着吴师傅走，好运自然有啊、哦！好好认真学习，希望呢，几年以后呢，我入京台南。看到面包店，哇，大排长龙，谁开的啊？哎，竟然是你开的，好啊 ，OK， 来啊，来，这你要看。哎，今天有机会可以跟你讨教做面包的技巧吗？可以啊，可以哦，真的你愿意教我哦？对，麻烦你出来一下，因为因为我们都懒得走路了，所以我们都会用跳的。来来，手牵手来，来，我们要直接跳到楼上去了。好，我三二一一起跳哦，三二一，啊！哎、欸、哎，那、欸、熊熊后面编这么多人，那他们是谁？你介绍一下，对不对？我们这边的那个主厨，啊，主厨，他是奶奶是女的、啊，因为戴这个突然分辨不了。怎么可能分辨不了？这奶奶女的怎么可能分辨不了？啊、我测试一下，啊，男的啦，哎呀，哎、啊，这个一定也是男的，比较大。哎、欸，吴师傅，你排场很大呢，这是哪一个堂口？没有，我们现在来到二楼，来到我们的那个工作的地方。所以我们刚刚看到的那些面包 都在这边做的。OK， 啊，我们如果做面包要怎么？做面包当然材料啦，先。哦，材料。哎、欸，很多人吃一辈子面包，不晓得面包的材料是什么？面粉嘛。面粉。这里面是什么？这是那个。等一下，沙拉酱，它气死人，比人气死人，蛋糕比蛋糕，气死蛋糕。对啦，这个。多好多火腿。对。跟德国香肠。对。这六种还是性功。你不要在云溪面前拿这个，他会兴奋。你比较兴奋。很静静哎，我还有其他要看。他的不要惹到他哦，静静哎，我讲我都怀疑他心里面住一个男人的灵魂，万一次惹到他丢手榴弹。有爆炸吗？应该有爆炸。有爆炸，来潘朵拉之盒。你还知道要笑啊？对呀、啊，你在干嘛啦？你为什么躲在里面？台南太热了，就比较凉快。没有啦，他其实是要变魔术啦。这个打开，他脚会不见哦。来哦，大家看哦，来，噔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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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我们那个真正的重头戏要来了，前面哦就是暖场而已啦。终于，哎，终于要进入重头戏了，对。好，那我们来跟着来学做面包。来 ，OK， 来来来 ，Let's go， 学做面包来。学做面包。对，学做面包来。首先应该要怎么样？这一项。这是米粉。哦 ，OK， 好可爱，好可爱哦。来，那我们是不是一人要有一块？然后把它拍一拍。来拍，来，它撒一点面粉，拍一拍。面包摸起来好舒服哦。难怪吴师傅会喜欢做面包，我懂了，我懂，你懂了吗？我懂。你不用特别，面包不需要特别，捏那个地方。拍一拍，我拍一拍，然后对折，然后再对折，再对折，把再应该是说把它整个盖起来。包起来，哎对，然后就是手指头这样往下搓。哦，哎为什么？哎为什么你是 C， 我的是 B 啊？哦，没有了。没有，因为你捏太大力了。安奈德，这样就好了，这样一颗就好了，是不是？对 对。啊，安奈就一颗哦。哎，这样一颗。哦，啊不，我等下我包几包都没事。这 DNA。等一下，师傅，它这个形状是对的吗？对的，可以啦。哎，你不要什么都嫌好不好？我看看你的，你就没有。哎，你这还 OK。注意感。对啊。好了，你不要打完我。
么把玩你的？你的东西可以顺便给他把玩吗？我那个上个礼拜有没有？我在河边，然后我就把面包丢进河里面，河中女神冒出来，她问我说：“你刚刚丢进去的是金面包、银面包还是普通面包？”我就老实诚心啊，我说：“普通面包。”你是一个老实的好孩子，那我三个面包都给你啊。然后我又把普通面包又再一次丢下去了。哎，这次河中女神冒出来，你真开心！我刚刚已经给过你三个面包了，你还在丢，你什么意思？结果那神经病，什么河中女神？我在喂鱼，走开！太凶了，好呀！我的奇呀，姨你把我的面包丢上来，在干嘛？没有。那师傅，我们这样做完之后，我们接下来是什么呢？接下来就是要发酵完，然后就等着烤。发酵，你要讲些话给他听吧。哎，我跟你讲哦，小明有一天哦，他去超商，哎，他都不缴账单哦，不缴钱了，为什么？因为他坐个轮椅去的啊。啊，那为什么坐轮椅去就不用缴钱？因为他缴费啦。我刚刚还以为放着就会发酵。发酵箱啊。发酵箱。啊，为什么这放在里面就会发酵？因为它温度比较高。好。然后它需要温度。那个酵母菌要作用，必须要温度。不行，我假崩。因为卡不进去啊！哎呀，那也卡不进去，哎，那硬塞不舒服啦！哎呀，这个是要干嘛？这个是那个要……我知道撒什么粉，什么弄上去，对不对？对对对。然后你摸看，因为刚才还没发，跟现在发，你摸看，可以可以摸，不能戴轻轻的，轻轻的有色眼镜。对对，我没有啊，我你那你摸给我看，我看你能够，它就是比较软，然后看一下，好舒服哦！我看看，哦。哦，好软哦，可以不用叫，真的很好摸哎，我想难怪师傅一直想做面包。对对对，但是我对面粉过敏。啊？那怎么办？就戴口罩。所以 always， 然后或是吃药。要到吃药的程度，好伟大哦！为了给我们民众好吃的面包，对啊，吴师傅牺牲自己的肉体，我不是啊，他为了那个克服那个过敏的问题，对，过敏的问题还要吃药。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幕更感人了，一个怕对面粉过敏的国宝级的师傅，他现在亲自在撒面粉。你知道他付出多大的代价吗？他现在撒完这个面粉，他回去要医院住三天了。没有，说换你的啦。换你哦，啊，再不用你的啦。啊，再起啊。哦，你都不，你都不用进货。黑妹，师傅在做，你都没在看哦。这简单的代志。好好，这样就好，这样就可以，这样就好了。做事情要有仪式感。来来，换你弄，换你弄。哎，这别动啊。这是要改，因为爱改，爱改。哇！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干嘛？你做什么事啊？你把吴师傅的艺术品，你亵渎艺术品。现在唯一能够补偿的就是你把这块吃掉。对。哎，怎么会这样子？对不起。但我做应该还可以。然后接下来就是要给他画四刀。好了，可以烤了。好，进烤箱。那个烤面包需要时间啊，我就带你到处逛逛。哎，这个地方哦，美轮美奂 ，beautiful view， beautiful change。People mountain, people sea。呀！哎，这里感觉哦，好像是做饮料的地方。哎，你有想喝什么吗？我现在有点想喝咖啡。想喝咖啡？哎，这里有咖啡。你是谁？有刺客。你要跟人家输赢是不是？哎、欸、哎、欸，这里是干嘛的？这里是昆山科技大学的餐饮系的咖啡类产线。哎、欸，您卡有够好个啦！刚刚那个烘焙学院已经够惊人了，咖啡还有专门的咖啡学院。没错，为什么这边搞得这么美轮美奂？因为这里是一个国际的咖啡认证中心，所以包含可以看到墙上非常多的认证，这里也有一些国际证照，所以这边可以考试。这边可以考试的。没错，我跟你讲，我今天有个不情之请啊，因为啊，我已经受够吴宝春了，我想要在这边透透气这样子。OK， 不如呢，你教我拉花啊 ，pull flower。哦 ，pull flower。OK， 我们叫做 latte art， 拿铁艺术。哎，又学到一句新词。我怕你讲 art。对呀 ，latte art 你会吗 ？Latte art。哎呦，没有，看到你突然心动，你会 latte art 吗？来 ，latte art。有点贵啊！
拉花。哎、欸，啊，刚刚你在那边忙什么？我刚刚在打炮啊。大白天怕什么炮？因为拉花需要打炮。好，咖啡已经萃取好，那奶泡也打好了，所以我们要先进行融合，把牛奶呢倒到咖啡里面去，让它表面呢产生光亮。好了以后呢，我们对，只要把咖啡往下压，它就有一个圈圈出来了。一个圈圈，两个圈圈，两个圈圈，三个圈圈，四个圈圈，五个圈圈，五个圈圈，第五个圈圈。哦 ，I got it！ 怎么可能？我好像会的，我好像会的，赶快，赶快，赶快！哎、欸，来来来，好，这见证历史的一刻，这个一定要拍到。然后在中间，哎、欸，要拍到，不要一直拍云溪的脸，他们就是这样，他们是走这一路的。我知道，知道。那女明星哦、喔，那脸很漂亮，不拍要拍人家美。不是啊，大家告诉我啊，我瞧一下。对呀、啊，那这样他更不会拍我这里了。来来来，哎、欸、来。你先把那个嘛，我是背景，我是背景。OK， 你就先让它那个嘛，云那个什么云，融合嘛，这样有融合吗？来来来，先帮我融合一下，先帮我融合一下。你要拿着，你要拿着。你说我这个拿着，拿着，拿着，拿着。来，先融合。哦，我还倒那么多。哦，我刚刚一直不忍心下手。好，然后斜斜，对对，推推。来来，一个，一个。好。好爽、欸！也可以，也可以。很丑哎、欸。可以啦。这是仙人掌啊。这是食人花吧？这是什么 ？OK， 好。OK， 斜斜的，拉一个往前推。啊，你重错，你要先一滴一滴再往前推啊。多一点，多一点，多一点。一滴。好，对。往前推，弄一滴，往前推。你现在在干什么？你现在在干什么？你现在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吗？即兴创作。等一下，你不要吵我啦！求你一下，给你比喻一个，还有一下是什么东西？来来来，来来来来，不是，你们说句公道话，你们自己心里有分数了。当然有，我这是艺术的最高境界。错，很丑哎。哦，我是这样。他现在没拿做音箱啊，现在做另外一个。欸圈的哦，这什么龙须菜？你不要打扰他，不要打扰他，现在在创作艺术，他是给他得诺贝尔奖的。这个是什么？这感觉超难的。啊，这个我这个好啊。哎呦，哎呦哎，是哎。现在我们要顶边压力的过岗啊，我的睾固酮分泌成这样。怎么是睾固的受影响？不能受影响。大爆发呢，出来了。哎呦，对不对 ？Pause。是那个南瓜马车，海马，没错，我讲对还是他讲对？你讲对，我讲对，他讲对，海马，这不是南瓜马车吗？你的逻辑真的很怪，掌声鼓励，志伟，为什么老师这么厉害？这也是全国唯一全方位的咖啡人才培育中心，一条龙啊 ，One Dragon， 这么厉害的老师在这里，随便一拉就拉出这样子一只海马，各位。学子们，你们不赶快来这里？你要去哪里学？你在家里面自己学会吗？你跟你阿嬷学有可能吗？对，而且在这边学一学，你不要这样子呛好不好？在这边学一学，还可以顺便考证照。对呀、啊，所以呢，我们在这边学，在这边就读，对不对啊？就可以在这边考证照。哎、欸，那个有一张证照多好用，对不对？是。哎呀、啊，所以呢，非常厉害。你跟吴宝春师傅没有心结。你们会同行相忌的，不会不会，不会。哎，餐饮业这样子呢，有时候说，哎，志伟啊，你吃一出我的面包看好不好吃？好呀好，那你喝一下我的咖啡，你也不理。哎，他说着说着，我跟你讲啊，我在这边是打发一些时间呐，因为我那个面包应该差不多快烤了。好，烤完的面包已经新鲜出炉了，展现在我们眼前。好，等一下师傅呢会帮我们验收，但在这之前我们投桃报李。哎，人家叫我们做面包，那我们也要回馈师傅。好了，为了回馈你，我们刚刚哦在咖啡学院那边哦，哎学会这里跑的吗？在我跑的，我们这边拉这么厉害。好，今晚是云溪啦，因为讲伊做爱丽的啦。师傅，你对这个咖啡拉花有研究吗？没有。哎，师傅喝一口，然后帮我讲一下口感。哎呀，这个云溪特别为你拉的啦，就是有咖啡有牛奶的口感。哦，嗯，对你有够敷衍的，那很明显的就不是。那我觉得你来试探看好了，我看你广告够没？来 ，Action！ 好感人啊，有咖啡，有牛奶。等一下，等等，这刚刚。
师傅，请会有差别吗？来来来，喝一下。对，我看有没有像日本的主持人。好，来用日文讲口感。啊！你哪会变老人啊？啊、穿大裤，脱大裤，哈哈哈！没有，我刚刚哎，你知道我已经多久没讲日文了吗 ？Take two, take two， 来来来，云溪示范日本可爱美少女讲咖啡口感 ，Take two。嗯，美味しい，つるつる、サクサク、ピカピカ。哇，觉得我们做的怎么样？嗯，好吃啊。我跟你讲，好吃日语怎么讲？一锅一锅啊，好看，好一袋一袋哦。而且那叫一袋一袋。哦，你讲标准的一袋一袋就是怎么讲？那你打我。又穿了。你打我。一袋。好，来一种另外一种表情绪。圆。你要用这种情绪啊。圆。嗯，一袋哟。叫他放。好消息来了，国宝级的师傅哦，我们吴宝春师傅在烘焙界，他的所有的毕生绝学呢，他就会传授给你。不止教你做面包，哎，右手做面包，左手呢经营管理，机会在右手，命运在左手，努力靠双手。好啦，真的谢谢师傅。谢谢。最后一个重要问题，我们不能空手而回啊。我们下一位嘉宾的礼物呢？你不要担心，我都已经准备好了。你准备好了，在这里面了吗？哎呦，我们哈礼物取之有道，我不希望你这个绝对厉害，我不希望你是干来的，跟他呛来的那一种。我干来的，讲他好听。他真的是干来的，你有经过你有经过师傅的同意吗？这是我刚刚做的，你一定小心啊。哦，来，这个面包叫什么面包？它的名字。桂圆面包。全台湾只有这里有，有机会来逛逛，啊，也欢迎我们的学子们，好，有兴趣在烘焙业就可以报考我们昆山科大。再次谢谢吴师傅 ，Thank you， 谢谢。哎，我有下一个行程要赶哦，那这样子，因为云溪后面还有一点时间，那就好陪你聊聊天。OK， 好，两位好好相处哈。哎，拜拜 ，See you， 为你等欢乐颂，下周见 ，See you together forever。它是饼发酵盒，那你看发酵盒，哎呀，哦，变这么大哦！它这样子，如果 A 罩杯等进去，不就变 C 罩杯了？我明白你的意思了，我明白。来来，进去，赶快快，好来单，好，来出来，哎 ，G 罩杯，面包如果嚼牛道会变什么？不是啦，不是你想错了，是面包超人嚼牛道叫什么？那面包超人教你有刀变什么？你要讲面包啊！哦 ，NG！ 哦 ，my noise， 不过来。Oh my god！ 怎么做到的？哎，这很难呢。Watch you， 宝贝，今天不要太用力哦。宝贝，哎，他笑的什么都好。哎，阿林香哎，林香太忙，太忙，啊，今天我一个人。宝贝，我不是。哎呦我的，我你惊死人哩，啊，今天也无要出声哩，是不是？是啊，这边就这么近而已，看不到我。为什么没看到你？太夸张了吧？你看不到我，你看不到我。今天特别找你来是这样，是有原因的。你高中也念英文系，大学也念英文系。你不会要今天要我讲英文吧？因为今天哦，里面是一个阿多仔。阿东啊！哇！我查了一下资料，来自英国 ，come from UK United Kingdom。我说实在，我英文虽然是英文系毕业，但我英文不太行。你们那是学点哦，就缴钱就可以拿毕业证书哦。好了，我们来寻找，他叫做海伦，哇，有够惊人的呢。哎，怎么样？他就是很多美拍，美拍完全不输给你。哎，很久没有来过这样的地方，不过很多观众是有共鸣的啦，因为大家也都住过这样的房子。对对。你看哦，打开门啊呢，你们以为这里是他家的，又还不是哦。啊，这个哎，我等下拿这个拿干嘛啦？拿去送他，我就哦，天，水洗香油钱是不是？来来来，哇。
哥就是霸气啊、哦！这位主人你好，啊，我拿了你的花，对，好啊，我钱放在这里哈，我用这个钱跟你买的这束花，哦，祝你一路平安，平安喜乐。你的钱太好炫了吧？你以为是这间吗？还不是哦，它一间接一间，来这里，这就是我刚刚讲的雅房分租呢，他们要共用一个洗衣机、饮水机、茶水间这样子，就是这一间了。D A B C 第二 D， Hello， 买的 This flower for you， I love you always， together forever。哇，你会的英文太多了吧？啊，这样叫做多？对。She is my sister， just a sister， not a girlfriend。We are no 什么 ？No relationship。Yeah， 没关系。美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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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是海伦，会讲一点点中文，一点点，一点点。I introduce myself. My name is William. William Shen. Prince William is me. It's me because I hold my body. No normal. 你不要以为英国人讲的英文就跟美国人讲的一样哦。要不然呢？对于英国腔这个事情研究很多年。UK English。Yes。Harry Potter。Doctor。Santa。OK。有那么大声？是不是海伦啊？他来台湾念书了，现在念台北科技大学。What do you major in？你主修什么呢？What do you major in？I don't major, just 中文想。想学中文。I know, I know. 要学中文不用去台北科技大学。Be my girlfriend. Everything OK. Your Chinese well perfect. Today no wife. Today no wife. 不要乱讲，雅雅姐，她说她没有外婆啦，雅雅姐。所以来台湾是念书了，非常的刻苦耐劳。喜欢台湾吗？喜欢。台湾什么事情？摩托车很多。不会讲，不会讲那个。15 foot。15 foot。Of course。然后还有什么？The people。People。Like me。I'm handsome guy。帅的，来一个帅的，那个，忘了一个重要事情，我们来这里是干嘛？不是来跟他哈拉的。我背很久。对，我就想问你什么时候要送礼貌呢？因为他打电话给我说要叫外送。哇，米豆子日文。Mitsuko， you know Mitsuko？ 哦。Never mind, OK。OK， never mind。哦，英格兰，我讲红茶哈，他们反而不讲红茶，念台湾红茶 red tea，but in UK black tea。不用这么用力，老先生，你喉咙快不行了。The best jewel tea for you, and you drink it. I drink. It's delicious. Delicious. OK. OK. 这种感觉很奇怪，你今天的状态。我们今天状态太怪了吧 ？I'm thirsty too. 他会不会始终觉得我们不知道在干嘛这样？他应该懂，应该懂了。我跟你讲哦，用讲的很难访问啊，我们直接用玩的比较容易。Can you play game？这样有点奇怪耶。Not a bad game。没有想到那里去。I am serious man。Yeah yeah， I don't 懂那个。Bad。I don't bad do anything。我们来玩那个一指心动 ，because she is stupid， so she first。OK， 准备好了哈。好。OK， 来一指心动 ，ready go。哎呦！哎呦！我就说你 stupid 吧。哎呦，人家林香随便都5-6颗。你不要吵。啊，还是林香比较好。林香现在也拼命，我跟你说。哎呦呀！那半粒拢无啦，有啦，两颗了吧？哦，两颗，哦，因为我没在看，小球，我都在看大球。三颗，不要这么肮脏。五颗，哎呦，我找到。他时间过多久了？10秒，剩下最后10秒，19 8 7 6
五、四、三、二、一，时间到。OK, second round, ready? Yes. Go. 计时一分钟。哦哦 ，No No。哦，一颗两颗。啊，这里两颗。对，两颗，三颗。怎么会这样？哦哦，哎。哦，四颗，四颗，太快了吧！很厉害，五颗，哎呦喂呀！六颗，哎呦呦！啊，七颗，七颗，哇哇哇哇哇！还有20秒，还有20秒。20 second， 哦，已经超越你了。好了，没办法，因为我放球速度蛮快的。九、八、七、六、五、四，哦。我跟你讲，我已经放到没有。就算那颗不算，他也是赢了啦。没有，哎，我放的球很多哎，他刚刚里面还有半桶。对啊，所以那颗不算，他也是九颗啦，对不对 ？Congratulations, ten balls, you are great. My goodness, 哎。你得要死吧。你要打哪里？你没在看打屁股啊？还打哪里？我跟你讲啊，这是演技大考验了。其实我不会多用力的，但是你要对镜头演出啊，然后那种感觉，三、二、一。来 ，Go turn， three， two， one。OK, you. Do you want to try? 那经纪人。Three, two, one. 哎，刚刚要打有一个裤子，现在在打那个球的。OK, 不要再乱看了啦！赶快开启小铃铛，订阅追踪威廉审判的算哦。来，还有第二个游戏，起身游戏。好，来计时开始。这个很难的，这根本起不来啊。就难就是难的，没有，他们一般会用膝盖的力量。可以可以，你可以的，你可以的。哎呀 ，OK， 几秒钟？七秒，二三。哎，好像头过身就过了。没错。哎，你很厉害，林香也不过才4秒2而已。OK， Ready Go。OK, go, go, go. What are you doing? What's wrong with you? Oh, my girl. What are you doing now? Why, why? I don't know. 对啊，好，哎，教他，教他奇怪。我示范一次，来。刚刚7秒2，来计时开始。哦。No. 哎，你打破记录了。3秒2。第一。OK, ready, go. 这个板板是什么 ？Oh my god！ 有这是什么呀？这个怎么做到的？好，重现这张照片。哎，它是这样弄对。哇，哎，这很难呢。It's hard. It's difficult. 哎，它每一张角都要开过。Oh my god！我们来参观他的浴室。What's this？ 一人拿一件，一人拿一件。sexy。太香了。对呀。这里有奶味，有奶味。你不要这样哦。No. I am serious。阿弥陀佛。哇哦。哦。还有浴缸哎。啊，一般雅房分租的房间不太会有浴缸。这就套房。你这个套房哦，雅房是自己有卫浴设备的，叫做套房。对，啊，如果要去跟人家一起洗的，那叫泡房。你要说这个吗？我说那个叫做雅房呐。太小了，太小。宝宝，一起洗澡吧。哒啦哒哒哒哒啦哒哒哒。好烂的配角，很没 feel 哎。你平常都先洗哪里？我平常先洗头，然后洗完头，就洗身体。你会特别强调洗哪里？
没有，这因人。我会特别强调喜欢你。哒哒哒哒哒哒 ，right right， OK OK。哇，谢谢。哒哒哒哒哒哒 ，OK， 非常好，非常。Please subscribe to Wayne Show's channel. Thank you. 好，一个英国女孩来台湾呢，就资深来台，看看一个单身女孩她的冰箱。Oh, it's simple. 你有什么这个 ？Can you need electronic? 哈哈哈哈哈哈！我不懂什么啊？没有啊，哎。肩颈按摩不行哦，你哪只奇怪？我要在武当吃蛋的啊，阿兹。你当的食物，你卖起来有面膜是吗？来。哦，这个是什么？哦，蕾丝的。哇。哎，那就穿这一件啊。This is skirt。哦，它是跟那个裙子一起。哦。哦哦哦。哎，它这个。这个衣服。这样应该是多少？这样你猜多少？他好像比你小一点。啊，这样你居然看得出来？看啊，对呀。34，不得了耶 ！OK， dress show， ladies and gentlemen， tonight is good night， welcome Helen。哇哦！哇 ，so sexy。哦 ，my noise， 不啦。天哪，哎，身材很好哎。我跟你讲，以女生看到是会觉得很，她的身材真的很好，所以我不自觉想看。可爱五连拍 ，Take one，OK，Take two，Take three，OK，Take four，Take five，Oh my god， 倒霉掉，倒霉掉。OK。他们呢，英国人可能不习惯这种 Take one，Take two 那一种。嘿，你现在来 Take one。Take two, take three, take four, take five, take six. 太多了。我们第二件衣服来。OK, welcome, Helen. Oh, 这个衣服你应该你不行，我不行，对不起，我已经手不自觉，不争气的小手手。男友视角，来 ，for example， 来 ，for example， 这样 ，this boyfriend， he watch you， 宝贝，今天不要太用力哦。Good job， OK， ready， go， 宝贝，我不知道你。哎，他笑的什么都好吗 ？Baby， 加油！有哈哈哈哈 OK， 没有，他展现出一种娇羞感。而且我发现他们习惯一个气，宝贝，这我没有办法。对，那个很难，因为你不是那种属性的。大家也是有点像蔡秋凤。你说什么？妈妈的心啊，金童金哥宝贝。什么呀？好，今天非常开心啊！今天开玩笑归开玩笑，海伦是一个非常好的女孩。对，她来台湾一年哈，所以大家呢多关注她的 IG。What's your IG code？ 海伦妹妹。啊，同时他在这个卡迪诺狂新闻也会很多精彩的表现，是吗？经纪人是的 ，OK， 所以关注卡迪诺狂新闻也会看到海伦。啊，记得收500哦。没关系啦，他们没有在插这眼线。啊，最后 ，I have to talk to your mother. Hi, Helen's mother. We will marry. So you marry. So bless us. OK, thank you, Helen. Thank you.拜拜 ，She's dancer。他好像不大相信你秀给他看。哒啦哒啦哒啦啦，哒啦哒啦哒啦哒，哒啦哒啦哒啦啦。击中他是。他好像看护我，他在帮我擦身体。